我来给我表叫我报名。我当初报名的时候啊，一眼就报上了。报上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我骑机车，骑机车的时候啊，是没有驾驶执照的。结果到那个驾驶执照，就是头一个就叫你考的时候啊，你的审题就不就考不及格了。结果我那个时候审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尤其眼睛，我的眼睛就到那去就是0.7、0.9，我不晓得一下子怎么你的眼睛怎么这样的，就一下就过去了，这个首先身体检查就过去了，真的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他要参加这个东西，参加要做这个不老骑士的时候啊，要环岛的时候啊，精神就来了。所以你这个老年人你不要以为我不行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现在没有不是80几岁，我像好像65、60岁一样。呀、对，不，你也看起来是，那就是说我听说你是独居在台湾，独居嘛，对对，那这个不老。